父王交代，卢一峰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清楚。除我之外，别人也不能进你房里。你我虽未成婚，但我是额驸，名分早定。此事事情，要是我进你房里，那也不算我越礼了吧？臣吴应雄参见公主殿下。你过来。我过来。便是额驸吴应雄了啊！怎么可能啊！他冲进来，脱了我的衣服，又脱他自己的衣服，他想强奸我，快把他杀了！世子的下半身没了，这如何跟王爷交代呀？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向王爷交代呀？吴应雄对公主无礼，犯下了大不敬的重罪。来人，先把吴应雄关押起来。奏明皇上治罪。哎，对对对，韦主爷，开恩，世子受了伤，请准许世子回府医治，我们王爷必感大德。世子的确是万分不适，还请公主宽宏大量，韦主爷多多担待。这等大罪，我们可不敢欺瞒皇上，有谁担当得起呀？就是啊。有什么话都出去说吧。拥在公主房中，成何体统啊？对，抬出去，抬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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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走，这，来，走走走。
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谁让你逼我的？当时你们在宁寿宫逼我上路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做出件惊天地、泣鬼神、动摇国本的事情给你们看看。哼，吴应熊那个色胚，我只是对他笑笑，他就心猿意马，还当真本公主会跟他怎么样。我就趁机打昏了他，脱了他的衣服，然后在他身上做了些手脚。这样一来，他以后就只能做我的太监小熊子，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这次你的祸闯大了。我才不管呢，我都说了我是你的人了，就算我跟他成亲，那也是假夫妻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是不会让你做绿帽龟的。什么强奸啊、非礼啊，都是假的。哎，不过我刚才在里面大吼大叫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嗯。平西王的家将也听到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就算吴三桂生气，那也只能怪自己儿子不乖了。倘若你一刀把他给弄死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咱们宫里几千名太监，没见谁死了。你看到那都是活下来的。死了的你怎么可能看得到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好，你就说是吴应熊强奸你，他拿着刀子逼迫你，你拼命的抵抗，你用手把他推开，可是他手里拿着刀子又光着身子，你俩就这么你推过来他推过去，你推过来他推过去，他刀子一挥就落到自己身上。就这么说，是他自己伤了他自己。韦大人，韦大人，公主她怎么样了？去看看吧。世子拿刀逼迫公主，公主是拼命的抵抗啊，拼命的抵抗，公主这么一推，哎呀，就把世子推开了。可是世子手上有刀啊，就这么一拉一扯，伸手这么一挥，世子便自己割了自己的。哎呀，王爷，韦兄弟，奴才吴三桂，教子无方，冒犯公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王爷，王爷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不知王爷打算如何处理今晚的事啊？韦兄弟啊，小王来得匆忙，没带银票，这颗夜明珠还请您笑纳。王爷，这公主面前务必美言呐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这话就太客气了。只要小将能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哎呀。